Hello, 美女，你是一个人吗？是这样的，我是一个专业擦鞋的，我专业擦鞋已经20年了。你看你这个鞋子怎么着？来，我帮你擦一下。不用，没事没事，免费的，免费的，免费的。你看都这么脏了，你平常有没有按过摩、足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是吧？那我帮你按一下。你看我这个手法怎么样？你觉得？啊，还有脚底，你看一下。没什么感觉。没什么感觉吗？啊啊啊！哦，你这个袜子有点特别。我今天爬山爬了一天。你别笑。